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龙娜哥嘞，就是瞎聊鱼了。啊，于叔叔，我们江上还没到底看呢。啊，去看看，提提鱼。就是没看，脚底了。哎，脚脚底，那你这还没啥鱼瞎聊鱼。提提鱼米面，要不然鱼米不长。嗯，当然。小时候我跟你说，我最烦提鱼米面了。这是俺南方的帽子，接戴上。下雨也好提玉米，走吧。你还别打我，哇！我打住你吧，你非打住我，你叫我打住你吧。扯着里头呀，扯着里头，推着要推着。我打住你，走。这种老年人我跟你说真费劲，主要下雨了路老光。气人！这小儿的快提上了，我们这里的尖头，这才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也脱了，这就脱了。嗯，这是，你看这，你刚看过？有俩嘞是吧？也对了，这是，这挨住这啥都是。这车不会结束说啊啊，那都真大了呗。哎，今儿啥饭呀？哎，老闺女回来了，吃饺子了嘛。我给她地上弄点儿，看你赶紧好吧，好好回家点东西了。一路热捧个坡吧。咦，哎呀，捧坡热的跟啥样，捧坡的。弄那个做那是豆角饺子是吧？嗯嗯，你给他做豆角吃了吧。好，这一束束不中了。嗯嗯。这片都不长了。嗯嗯。吃饭来回去吧。哎呀，热了，回去了，快又热了。这不是，知道凉快了再好吧。呀，装装，好好好。急了。咦，这会儿成天就是急，着急，成天饿。好的，我甭造谣。不错，那走。摘豆角。啊，好的。摘豆角，盘南馅，这中午饺子。豆角够着。豆角煮不着。好点葱。猪肉馅呢？啊，是猪肉馅吧？豆角。真鲜肉。啊，吃的人都好吃肉。这得有二斤吧呢？一斤没这肥的不要了呢？肥的嚼嚼吧，不嚼嚼吃饺子里没一点油味道。我吃都肥的糊嗓子眼儿。那你也得要点油啊。我吃真胖，是不是肉也是跟这肥肉呀？那可不是。酱油味儿。啊，吃饺子必须得弄点酱。吃酸不是呢？不吃酸的，吃着就不酸吃。哎，这还打的老碎了。啊，肥肉。肥肉。啊，肥肉打的碎的。这不能瘦的肥的一块儿打，那得打的狠一点，瘦的搁到一坨烂都妥了。豆角炒炒。炒一个炒老熟了。
舌头一块多了。啊，一块多，抽好多。面条形就是头部包围，就上给它包的大一点，前往包的小。这豆角切菜也得掺料。啊，这弄的碎了，也多的碎了。开始调味儿。哦，调味儿啊。酱油。酱油。放点盐。几分？嗯。吃饺子还长胡椒粉了呢。哎，这香嘛，香没有。嗯。嗯，搁这都闻见气了。可香。叮一下。啊，叮叮。长一点盐，叮。面里还长盐了。啊，包饺子里一点盐。这是净凉水吧？啊，凉水和面。咱这面可好和呢。还筋道。哦。这豆角还得试一试点盐，不然它先整少弄点。取水分的好呢。啊。这盐都吃透了，可能一搅一然后一搅就脱了。我地瓜圆老是擀的不是老圆，哎奶。肉太多，太少了。嗯，你看看那，街上这大，弄一盆肉馅儿，你那老是吃不饱。你早都该还是弄那个。弄那大的啥，换换装装装。啊，大肉片一盆儿，一盆肉馅儿。你看多点儿，街上这还。先试试味儿。啊，先试试味儿。